行，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说你画鹿原画像干嘛？你准备这个回心转意、死灰复燃是不是？什么回心转意、死灰复燃啊？别胡说八道！那你画它干嘛呀？我是要骂他。好。 卑鄙无耻，鹿虎火，阴险狡诈，老怪物。哎呀，怎么样？骂的好吧？骂的好。呸！这个老怪物，我给你表演。别表什么表啊？扔了。哎，这没说什么，那么激动干嘛？你肯定心里有鬼是吧？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呀？有没有听说我一句话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绝对不会跟他旧情复燃。放心吧，啊，早点休息，我累了。